来，喝喝，我就关门啊。怎么样？呀，江慧，这么早就出门了？来，跟奶奶问好。奶奶好。哎，快，那个浩浩也跟你去啊？啊，我得去市场出摊呀，他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，干脆就带着呗，让他在市场再睡会儿，然后送他去幼儿园。哎呀，这长时间这也不是个办法呀，干脆让你老家的爸妈过来照看一下浩浩吧。我老家还有很多地要做呢，然后我妈呢手不太方便，她要是来了我还得照顾她。行，来跟奶奶说再见。奶奶再见。好，哎，再见。谢谢奶奶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慢走啊。走吧。来，浩浩，走吧，慢点啊。行。怎么样了？你看这还几点呢、啊、这就出门了，那孩子哪受得了啊。这周慧又逗着浩浩去市场了。可不是嘛，你说这么好这么勤快的一个女人，这一个人带孩子真是不容易啊。人家小周对咱们也挺好的呀。你说他那个前夫啊真不是个东西，那周慧这一个人带孩子，他竟然还好意思上门来跟他要钱。我是真没钱了，他们说了我再不还钱就打断我的腿。慧儿，你看怎么说我也是浩浩的父亲是吧，给我的腿打断了以后还拖累你和浩浩，你们还得照顾我啊。怎么说也是夫妻一场，你不能看着我。哎，就这些了，都拿去吧。先用个急啊，慧儿啊，我知道我没什么本事，但只能你能帮我了，对不对？王大川，咱夫妻一场，最后劝你一次，赶紧把赌戒了，好好找个工作。你这样下去没有出路的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钱了，赶紧走。哎呀，走啊！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站住！我是周慧啊，这种人不能给他钱，也不能迁就他，否则的话这事没完没了的。我说你柯老头子，你不过是个房东，你多管什么闲事啊，你有毛病吗你？我说你一个大男人都跟人家离婚了，还三天两头都跑来要钱，你要脸还是不要脸了？不关你什么事儿，你给我让开。不让，给我让开，你这个小子。跟你说哈、啊，你今天休想从这儿拿出一分钱。哎，周慧，你看你们家房东老头子脑子进水了，你不管一管？我说王大川的你，我们这儿不欢迎你。要是今后我看见你再欺负他们母女俩，你来一次我就打一次。柯爷爷，来，谢谢了啊，记住了。那把钱拿走吧，没事没事啊，赶紧走，走走走，赶紧走。我们这儿不欢迎你。要是以后再看见你欺负他们母女俩，你来一次我就打一次，长记性了啊！你个倔老头子，我要不是看你年龄大了，怕你讹我，你看我今天放不放过你？赶紧走吧！我滚！哎呀，别生气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来谢谢。柯爷，您慢点啊。我看周慧啊，就是心软。这么一个没出息的男人，他还担心他真被打死了。哎，叫我说呀，干脆把他打死算了，这样就没人来祸害那周慧母女俩了。真是可怜浩浩这孩子，怎么有这样一个不争气的爸爸呀？哎，就是。哎，咱们要迟到了啊！那你快回去吧，他们没有人，你还要做生意吧？妈妈，我进去了。浩浩。妈妈。浩浩，妈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呀？以后我让爸爸送你上幼儿园，好不好？这样你就能在家里多睡一会儿。
不用早上四五点就跟妈妈出来，这样太辛苦了。你要是睡不好，我怕影响你生长。我不要。为什么呀？可是你都不是和爸爸离婚了吗？我们都搬出来了，住在柯爷爷和谢奶奶家。浩浩，虽然爸爸跟妈妈离婚了，但他还是你爸爸呀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爸爸了，因为他每次来都要偷你的钱，我不喜欢你不开心。嗯，那这样，妈妈把钱藏起来，让爸爸找不到，这样你能让爸爸来送你上学吗？好。浩浩真乖，快去吧。周慧和前夫王达川离婚后，就独自带着女儿浩浩租房住在柯爷爷家。周慧在市场里帮人打工，天不亮就得去市场卖鱼，女儿跟着自己起早贪黑不是个办法，周慧不得已想到了找前夫帮忙。喂，你明天早上过来接浩浩去上学啊？什么？明天让我去送浩浩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他爸呀？他不是你女儿啊？这还问为什么？你接他一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接也行，以后别想从我这拿一分钱。好，多吃点啊，来。今天的早餐是爸爸给你准备的哦。谢谢爸爸。我知道浩浩最疼爸爸了啊。爸爸最近呢、工作给丢了，这两天生活挺紧的。你告诉爸爸，妈妈把钱放在哪儿了？妈妈没有钱啦。哎呀，浩浩，爸爸是跟妈妈借，妈妈会答应的。其实你不跟爸爸说，爸爸也知道妈妈把钱放哪儿了。前夫又到你们家拿钱去了，快回家看看去吧，快！沈姐，你快去吧，汤唯我帮你看着啊，来给我。那行，谢谢你啊，秀才，谢谢了。没事，慢点啊。哎，来，来，多重呢？8斤8两。啊，8斤。啊。谢奶奶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哎呀，我和你柯爷爷找人看着他带着浩浩出门的，可是没想到啊，就买菜回来，看着他拿着钥匙偷偷摸摸的开你们家门，那老柯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肯定是到你们家那拿钱去了。这没出息的男人，我就让老柯在门口等着，我就到菜市场来找你来了。那你的钱放好没有啊？我的钱。哎呦，走了！哎呦，那你快走，我走得慢，你别管我啊！哎，你快走，那你一个人小心点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别让他跑了。我干什么？你终于给钱拿走，我老没钱。你老公，你狗拉耗子，多管闲事！我看你，别跟我拉拉扯扯的，别说我打你啊！哎，别打，你打呀！要你不敢碰我一下，你闪！你给我起来，你！哎呀，你上哪儿了？你看我，他去追，他把你的血汗钱拿走了。我知道你快去呀，快去呀！王大川，王大川！你还我钱！王大川，快回家！
志慧，你别哭了啊！这样，这钱算我借你的还不行吗？等我有了我就给你还不行吗？你那是借吧？啊，你那是偷！哎、你把电话给我。志慧，哪儿了？你这样，我答应你好不好？我现在去找工作好不好？发了工资我就还你，还不行吗？谁瞎了眼睛？我就信你的话，欠我的我现在就还，还给我！借我一次啊！现在就还！再相信我一次啊！我发了工资我一定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你别对了，周慧啊，让人看着笑话你啊！王大壮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钱你要是拿走了，以后我不会认你，咱俩也不用再见了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休息一下啊，我回去看看我。赶紧妈妈，我吃饱了，我可以去玩一下玻璃球吗？去吧，别跑远了啊。哎，周慧，你的钱还是被他拿走了。这个王大春真的太混账了。那你快说的，他到底拿走多少啊？我准备交养老保险的钱，还有我跟浩浩下个月的生活费，总共10000多，全拿走了。哎呦，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。还没离婚那会儿他就这么混账，家里但凡有点钱都得拿去输了，根本管不住。周慧啊，都怪我，我当时就是拼了老命拦住他，我就不信了他能把我这把老骨头怎么样。要是真把我弄伤了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当时你怎么不这么做呀？那现在周慧的钱都没有了，那今后他们娘俩这生活得怎么办呢？谢奶奶，这事不怪柯爷爷，真的，柯爷已经尽力了，怪我自己，是我对那个混蛋太纵了。你们放心吧，以后我不会这样了，咱不提了啊，以后我就当不认识他。对对对，不提他不提他啊。来来来，咱们吃啊，咱们多吃点，来吃多了身体就好啊，身体好就能挣钱，对不对？来，难关都会过去的啊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哎呀，你说这周慧的钱全被那混账给拿走了，哎呀，这娘俩的日子那怎么过呀？还有那养老保险，他今年要交不上的话，这不就断了吗？可不是嘛，这母女俩呀，这日子过得真难呐。
周慧可是个好人呐，对咱们也好，咱们能帮就帮了他点儿吧。你这找什么呀？看看啊。你看，这里边呢有10000块钱，我看呢还是借给周慧应急吧。这钱倒是能够解周慧的燃眉之急，可怜的浩浩啊，你说周慧每天5-6点钟就上班，浩浩也跟着去，那时间长了，这也不是办法啊。咱们再想想啊。好吧。咱们睡吧。妈妈，是不是该起床了呀？不用，好好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啊。来，一会儿妈妈叫你啊。事想跟你说说。哟，那里面请啊，来来，慢点啊，来飞爷，慢点啊，来飞爷，你也慢点。哎，好，进来坐，你也坐。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？周慧啊，这是给你熬的粥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周慧，那个今后呢，你就一个人去上班去吧，不要带浩浩了，浩浩今后就由我们来接送。啊？周慧，你去吧，这事儿呢我和金泉都商量过了，你一个人呢确实辛苦，以后呢得好好上学放学的接送任务呢就交给咱老两口了，晚上他就在家里吃饭，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就好好去做你的生意啊，等好好长大了以后啊，你才有能力给他创造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。那怎么行啊，太麻烦你们了。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那你说浩浩整天跟着你起早贪黑的，你这个当亲妈的你就不心疼啊？那你现在麻烦了我们，欠了一个人情，那总比孩子受苦强吧。这金泉的话呀话丑理断，俗话不是说吗，远亲不住近邻，你看你住在咱们房子里边，我们就有义务要好好照顾你们，况且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应当对你也好啊，你好我好我们大伙都好，这算是真正的好。谢奶奶，其实我知道您说的有道理，我就是觉得太麻烦你们了，只要真是你们能帮我照顾浩浩，我工作也能更放心。我觉得吧，我遇到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。你才知道啊。我这这是我的存折，里边有10000块钱，你的钱被人偷走了，我是去给你应急的。柯爷爷赶紧收回去。你先别忘拒绝我，你想想你现在自己的情况，你要多余的钱吗？这浩浩要上幼儿园，你要交保险金，还有你的生活费。我可告诉你，我这绝不是无偿的借给你，要算点利息，就算是放在银行里，不是照样也收利息吗？好，收下啊。那你要这么说，这钱我就收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不是不知道感恩的人，这钱呀，我一定尽快还。
好了好了，你看这多简单的一件事啊！行行了，你赶紧上班去吧哈。我和老柯呢就在这儿陪着浩浩，你都放心吧。哎，行。周慧从来没有想到，前夫的一次偷钱事件，居然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。有了柯爷爷和谢奶奶的照顾，周慧和女儿的日子变得井井有条，再也不像之前那样疲于奔波。两家人走得越来越近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这什么好东西啊？哦，那个呀，是给柯爷爷谢奶奶买的香丹青。香丹青啊？这是好东西啊，对老年人特别好，润肠通便呢。我就知道对他们好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哎，快回去看看吧，都爷爷摔跤了。摔哪儿了？严不严重？人在哪儿？现在我回去看看吧。行行，你去吧去吧去吧啊！谢谢啊，兄弟。哎，慢点啊！哎哎，有东西没拿。哎，改天再拿。有李学才。啊。你那软巴巴的豆腐脑，整天围着周慧献殷勤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？哎，怎么了怎么了？男未婚女未嫁，哎，我卖豆腐，他卖鱼，现在讲究的是那强强联手，懂不懂啊？以后我们开馆子可以卖豆腐鱼。行了行了，别三八了，去卖点菜吧啊。哎呦，柯爷爷说哪儿了？啊，周慧来了。哎呀，小事情小事情，老毛病啊，那关节不好，这天色一变呢就反弹，今天走路不小心一下就搁在了石板上，都紫了。周慧，哎，这正好，你快来劝劝老柯吧。你说我劝他吧，他也不听。就拿今天早上吧，啊，他明明知道他这个腿不好，他偏偏要跟我出去买菜去。这下好了吧？我每天不仅要出去买菜，还得要照顾你。金犬呢？来，小李说的。来，放在这儿。没多大的事儿啊，只不过是肿了一块，明天呢就会下地的。今天听听听啊，这不是胡搅蛮缠吗？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出去做饭去了啊。那个周慧，中午吃了饭再走啊。哎，上去啦。柯爷爷，我觉得奶奶说的有道理。你明明膝盖就不好，以后少出去走动，在家里静养啊。我知道，只不过说说逗逗金犬而已。对了，我这两天学了一套按摩的手法，就跟外面那盲人按摩学的，也不会你按呀，说不定还能好转呢。不成，你大早就到市场上去了，你休息一会儿啊，我不需要按摩。那可不行，我这刚学会的手艺你也不想让我实践实践啊？那成，那这样吧，一会儿也累了，你就停下来。我不累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转眼呢，咱们做邻居就五年了，浩浩也快上小学了。这几年你是怎么拼命的，我和金泉呢都看在眼里。真不容易啊。柯爷爷，这几年啊我一点也不觉得苦，您和奶奶那么照顾我跟浩浩，其实我心里是很感激的。话可不能这样说，你人好，浩浩又乖巧，我们呢也没有后人，就把你们当作我们的晚辈看待，我们这心里啊开心啊。当初呢你们来的时候比较困难，可现在几年功夫你们都换大铺子了，真是能干。这附近的街坊邻居啊都夸你嘛，夸你是好样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一说邻居邻居的，我就想起来前些天我就听邻居他们在说咱们这要拆迁是吗？是这样说的，年前嘛
估计就要下政策了。拆迁了好呀，您看现在这老房子湿气重，对您这腿尤其不好。这要是搬新房子，要好好挑啊，挑那通风的、透气的，对你们两个老人家身体都有好处。就是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周慧呀、啊，听你说过看那个新房子怎么样了？听你说了好久了，可一直没动静。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呀。现在这房价呀，是一天一个样。你说我看上的房子吧，首付太贵。这首付付得上的吧，我又看着不那么称心，管他的呢，慢慢看吧。对了，这买房子可是大事，要仔细的看看啊。嗯，您这话呀说的对，这买房子是大事儿，一住就几十年呢，可不像换件衣服那么简单。可不是嘛，一住就是几十年的事儿呢。来，啊。吃荔枝，快点拿啊！妈妈跟你说啊，咱们这片儿马上要拆迁了，咱们得搬家。妈妈就想着呀，租房子还不如买房子呢，要不咱们买个新房子？我们有这么多钱吗？妈妈呢，最近也看了好几套房子，我想要大一点的，这样浩浩就有自己的房间了。但是这样一来呢，首付就还差一点，所以妈妈还在考虑。妈妈没关系的，只要我和你在一起就行了。好，妈妈知道了啊，快吃吧。那柯爷爷和谢婆婆他们怎么办呀？你应该也会搬家吧？要么买新房子，要么找别的地方住。哦，那我们这不是要和他们分开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不想跟他们分开。妈妈也不想。今天周慧跟我说，说她看上了一套房子，只是首付还差点钱。那他看上哪儿的房子了？叫什么来着？我先忘了。反正那个户型的房间多，要是这摆了，那浩浩今后就有单独的那个书房了。哎，这样好啊！那个浩浩学习好，将来要想考上好的大学的话，那必须得有自己的房间。可不是嘛？那哎，这样，明天呢，咱们让周慧带着咱们俩到那儿去看一看房子怎么样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们母女俩呀，辛苦了这么多年，这买房子呢，是个大事。我们明天呢，就去给他参考参考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做饭去吧。啊、好嘞，走。这边请，慢点。这边是我给这么说的，就快点。你坐这儿，让他了解一下。好，来，你坐。慢点啊。哎、好。我们看看吧。好，那不着急，咱慢慢说。哎。周慧啊，我看这儿就不错。你看，这环境优美，阳光充足。再说了，这户型啊设计的合理，出门啊交通便利。哎，要是你和女儿住在这儿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合适 是挺合适的，就是我首付还差那么点儿。没关系，咱们再坐会儿，然后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周慧，你就别考虑那么多，你就说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地方。你看了那么多楼盘，还有没有比这更合适的？现在呢，柯爷爷，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这些日子呀，我也跑了不少地方，看了不少的房子，就没有比这儿更满意的了。没事儿，再等等吧，万一他们再做个活动什么的，还能再便宜点呢，对吧？周慧呀，那你的首付还差多少？还差3万。哦，这不多啊，既然看上了，就别等他了。差的钱呢、啊，我和你谢奶奶先借给你，
那怎么行啊？那钱是你们存着养老的，存那点钱多不容易啊！不行不行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我借就是借，怎么还不想还呢？是吧？哎呀，谢奶奶，我是那借钱不还的人呢。那这就对了呀。周慧啊，咱们房东房客相处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老房子要拆迁了，我们想来想去啊，总有着责任吧。你的本事我们清楚，我们不怕你借钱不还。再说我和金泉呢，真担心你和浩浩住得不好，过得不好。我们能帮得上你忙的地方，你们又不肯找我们。哎呀，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那周慧他可是个见外的人，你看咱借人钱吧，人家还不要呢。哎呀，谢奶奶，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说的，是吧？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，谢谢你啊，谢奶奶，谢谢你，柯爷爷。你说刚离婚那会儿啊，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扛着，后来多亏遇到你们，你们一直在帮我，要不然好几回我都觉得自己扛不下去了。行，那我就不见外了，这钱我借了，我会尽快还的。别急别急，就是没人催你。谢奶奶你真好。去，我可不吃这一套啊。是在柯爷爷和谢奶奶的帮助下，周慧凑够了首付，买下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，生活越来越有盼头。而柯爷爷和谢奶奶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身体虚弱了不少。一个普通的清晨，一场病痛突如其来的找上了谢奶奶。你怎么了？啊！你醒醒，醒醒！你们吓我呀！啊！继续吓。柯爷爷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老许说，还好，当时我在家里边发现的及时。不过现在全身都动不了，话也说不出来。谢奶奶没事儿啊，咱们配合医生治疗会好的啊。静泉呢，这周慧说的对，我会照顾你的，你放心，只要配合医生治疗，你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可以，您就安心在医院照顾奶奶，饮食方面的问题交给我，你别操心了啊。周慧，谢谢你了，还好有你在。哎呦，柯爷爷跟我还这么客气，以前你们帮我忙的时候我可没客气过啊，要是有需要尽管说。奶奶会好的。静泉，你在看啥呀？你是想摘花是吧？这儿没有，没有。静泉呢？这手指头原来不动，现在两个手指都起作用了，这是进步，说明你的身体开始恢复了。好，好。哦，你想摘花吗？你等一等啊，我去去就来。好。
精选，你掐。想起40多年前，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，现在我们都老了，走吧，走。何爷爷，您就别固执了，医院哪休息得好啊，您得回家睡。没啥，这几天啊我都住在这儿，很好的。你看我家里边习惯用的也套着呢，也带来了，要是累了我就靠一会儿，挺好的。何爷爷，您要是不放心谢奶奶，我在这儿陪着她，您回家休息好吗？不行不行，你要去市场做生意了，怎么这儿能熬夜呢？那您这么大岁数也不能熬夜呀。我和你谢奶奶呀相处了大半辈子，我们彼此都没离开过，只要在一块儿我们心安啊，这个也踏实，你就甭劝了啊，就帮你的吧。帮你。喂，这些豆腐卖的怎么样？他卖特别好，特别新鲜。这样，我给你包一块啊，你拿回家做个红烧豆腐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客气什么呀？哎，对了，贺爷爷和谢奶奶怎么样了？哎，谢奶奶还是老样子，一点也动不了。不过还好，有柯爷爷照顾她。你说这老两口啊，在一起大半辈子了，我有时候在旁边看着，还怪羡慕的。羡慕，真羡慕。哎呀，这两个老年人走到今天呢，真的是很不容易，相互的帮助，而且没有儿女，但是有你啊，这个邻里些也很不容易。我这人吧，反正不来虚的，谁要是对我好呀，我就掏心掏肺加倍对他好。当初我落难的时候，柯爷爷谢奶奶那么帮我，这份恩情我不会忘。小慧，你真善良，我就喜欢欣赏这种感恩的心。哎，对了，街道快拆迁了，柯爷爷谢奶奶他们选择了货币安置，他们出院以后住哪儿啊？你找好地方了吗？还找什么呀，谢奶奶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，我哪放心让他们在外面住啊。我都想好了，等谢奶奶出院就接到我的新家去。还是你想周到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行行行，谢谢你豆腐，慢点慢点啊。哎，小慧，小慧，吕学才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说呀，你这种事情该把我叫上啊。 你看看我肌肉有吗？啊，全身的肌肉，我肯定能帮很多忙的。行啊，我不跟你客气，正好来扶奶奶上车。好嘞。奶奶啊，奶奶，来，过来过来，过来，搭把手搭把手。哎，慢点啊，奶奶，慢点。哎呀，来。周慧将柯爷爷和谢奶奶接回了自己的新家，两家三代四口人又同住在同一屋檐下。谢奶奶。柯爷爷接浩浩放学，马上就要回来了。我呢得出去一趟，那个送快递的刚才来电话了，说他等不了，马上要走，所以我现在就得去拿快递。没事，乖乖的，我马上就回来了啊。谢奶奶，我回来了，还有柯爷爷、浩浩也回来了，我就做饭了啊。金泉呢？现在怎么样了？
我带你楼下走一走啊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谢奶奶，您在家坐一天了，跟爷爷出去走一走吧。什么气味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？沙发怎么打湿呢？嗯。来，让妈妈看看。谢奶奶，怎么还哭了呀？来，谢爷爷，好好来，我们一块把奶奶移到那边去，好不好？来，谢奶奶，来，咱们移到那边去啊！来，慢点啊，来，小心。谢奶奶，没事儿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您现在是病人呀，啊，不用藏着掖着啊。这样说起来，这事怪我，我没有及时带你去厕所。金泉呢，你不要难过啊。在医院的时候，医生不是说过了吗？这是正常的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奶奶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，不然这样会感冒的。谢奶奶，您看，浩浩说的对啊，这都是小事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，来，我现在带你去清洗一下，好不好？金泉，那要不我帮你啊？那谢奶奶，我帮柯爷一块儿把您扶到门口，到门口我就走，好不好？您一个人扶动啊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别急啊。来，奶奶，那一步一步来，不着急啊。金泉呢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晚上的时候啊，我再来叫你啊。金泉呢，你是不是觉得今天给周慧添麻烦了？哎呀，你不要担心，周慧不会因为今天的事儿嫌弃你的。我说呀，你放心，这大不了啊，我陪着你在外出去住啊。金泉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啊，有我陪着你，好好休息吧。哎呀，周慧啊，你看今天这事麻烦你了。柯爷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说这么见外的话呢？这种事儿我没放在心上啊。总归还是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真生气了。来，你以为啊，我今天令二老过来，我就没想吗？啊，这些情况我早就想到了。我见你们过来是想照顾你们，想陪着你们。柯爷爷，你放心吧，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亲爷爷亲奶奶，我不会嫌弃你们，真的。周慧啊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和你谢奶奶就心安了。你谢奶奶啊，早年的时候吃了不少苦，这心思啊比较重，你别怪他啊。柯爷爷，其实有句话很早我就想问了，你跟谢奶奶感情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要个孩子呢？我穷，所以一直没结婚。
刚遇上谢奶奶的时候呢，她也刚离婚，因为金泉年轻的时候不能生育，所以和婆家关系很不好，最后就直接离婚了。离婚后呢，金泉就租住在我的隔壁，我看她一个弱女子，无依无靠的，生活中呢，我能帮的就帮了。后来我们俩人就慢慢的走到一起了。金泉的性格呀，耿直，爱面子。前一段婚姻里边，他受了不少委屈。后来生活中呢，他就显得很敏感。我呢，也给不了他更多，就只能好好的陪着他，陪着他。耿爷爷，那以后还多了我和浩浩陪着你们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一大家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大家人都会好好的啊。您和奶奶就安心在这住。好，行，那您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做饭，饭好了我叫你们。好。老老小小一家人的生活热闹十足，柯爷爷和谢奶奶在周慧的照顾下过了一段快乐的晚年时光。可谢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终究还是没能熬过那一年的秋天。老柯，金泉，你醒了，我在这儿呢。我走了，你不要怕。老伴儿啊，你能不能别急着走？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。要不你跟下边打个商量，等着我，我陪着你一起，你说好不好？咱们俩在一起都五十多年了，要是你不在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花儿，奶奶，我在呢。放心啊，我会好好照顾柯爷爷的，我答应你啊，我好好照顾他。老伴儿，这大半辈子跟着我受苦了。谢奶奶，谢奶奶好。金泉呢，我知道你爱干净，爱整洁，我再给你整理整理啊。金泉了，你等着我，下辈子我还要来找你啊。
谢奶奶去世了，柯爷爷失去了相依为命长达半个世纪的唯一亲人。尽管有周慧的细心照料，柯爷爷仍然倍感孤独，短短几天头发又白了不少。柯爷爷，我蒸了包子在厨房，记得吃啊。你放在这儿吧。柯爷爷，你看看你这几天都没出门运动运动，那你要是没事下楼透透气也好呀。我知道，你去市场吧，我要去晚了。记得吃药啊。约到一块儿来陪你下棋来了。哎呀，好嘞好嘞。就是吧，这棋逢对手将遇良才，只有我跟你下棋才找得到感觉。老王啊，这样的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。咱甭说那么多，我们过两天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。哎，怎么不欢迎我们呢？哎呦，欢迎欢迎。请进请进。静斌，平包，平包，静斌，平包，对对对，静斌呐，哎呦，你看别是好，哎呀，平包，平包，管他，平包，静斌，平包，刷着的马，哎呦，好，打将将军，将军，你输打将死了，将死，说我，班里怎么样？将死了，将死了，平包，将军，将，将。自己过来，只有做王过来，只有做过来，哎，对，再将上马，上马将，对，起来，只有起来啊，没办法，只有起来，只有起来，哎，你们三位，哎，对，好，怎么说啊？这也没成啊，你们三个就像我一个，你不是很凶吗？哎呀，怎么样？几位老弟，下次要记得再找我下棋啊。哎呀，那你一定来，一定来呀。老柯啊，谢大姐走了以后啊，你生活一直不习惯，这很正常，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嘛。这我明白。其实啊，老哥，我们哥几个都羡慕你啊，虽然我们都有儿有女，不过说到贴心呢，没有一个像你一样享福啊。我想啥福啊，你们都知道我无儿无女的，就走的时候还没人给我送终啊。老柯啊，我看啊，周慧比好多儿女都贴心呢。是啊，老柯，你不知道吧，我们这次来找你下棋都是因为周慧呀。周慧，怎么我越听越不明白了。昨天呢，周慧挨家挨户的来找我们，说你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，叫我们几个来陪你下棋，不让你伤心。这个周慧啊，真是很有心呐，他还给我们送了好几斤鱼。你们看看，有谁家的儿女能像周慧这样？啊，哎呦，这是真的，所以啊，我们大家呀、啊、都很羡慕你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老张，啊，咱们也该走了。
让老柯好好休息。好的，待会儿周慧要回来了。哎，老柯，我们就回来了啊！好，就停下来，我不累。柯爷爷，那以后还多了我和浩浩陪着你们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一大家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大家人都会好好的啊。虽然我们都有儿有女，不过说到贴心呢，没有一个像你一样享福啊。这个周慧啊，真是很有心呐、啊，他还给我们送来好几斤鱼。你们看看，有谁家的儿女能像周慧这样？健全呢、啊？你看见没有？你听到没有？我们是有福啊！我们都托了周慧的福啊。在周慧的细心照料下，柯爷爷渐渐走出了老伴儿离世的阴霾。柯爷爷和周慧母女俩同住在一起，可相处的时间长了，总会遇到一些误会和不方便的时候。渐渐的，更多的闲言碎语出现了，有的说周慧脑子不清楚，或者就是认为周慧别有用心，贪图柯爷爷的拆迁安置款。周慧一出门就感觉周围的人仿佛对他指指点点，这些柯爷爷都看在眼里，心中充满了内疚。我跟你说啊，气死你不怪我，周慧认识到了一个可显贵老头子的家庭，你说他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吧？之前呢、啊，可显贵的老房子拆迁，得了好大一笔钱，你说那老头能用多少？估计那钱啊存在银行里，而且周慧的新房子听说啊也是柯显贵给付钱。你是说周慧盯上了那笔钱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没想到周慧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居然会玩这种心眼。可不是嘛，这柯显贵已经80多岁了，再养又能养几个？你都快赶上你们家鸭子了，
什么意思啊？呱呱呱，碎嘴巴！哼，你死秀才！他们又在说我吧。秀才，咱们认识那么多年，也算是朋友吧。你说，我是为了钱吗？我肯定不会这么想啊。那就行。柯爷爷对我有恩，我永远也不会忘。当初我刚离婚，带着浩浩出来，那么难，一直是谢奶奶和柯爷爷在帮助我，在关心我，帮我带孩子。我买房子钱不够，他们主动借钱给我，就生怕我有了困难不肯跟他们说。你能理解这样的心情？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现在柯爷爷老了，我不放心他一个人过，我得给他留个念想，全了自己这份情谊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没做过，我甚至不怕死罪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那有些时候吧，生气的时候呢，就像个充电炮一样，噼里啪啦正天响；有些时候呢，就像个降魔杖，降到我心里面，服服帖帖。哎，真喜欢，就喜欢你这样爱恨分明的性格，真的真喜欢。听不懂你说什么，滚！这都听不懂，是不是太笨了点儿？有你帮我。柯爷爷，不早了，你应该去睡觉了。再看会儿。喂，三姨妈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呀？从哪儿听说的？在我家呢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就是因为他岁数大了，我才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外面住啊。再说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呀？不要听外面的人说闲话，没有的事儿啊。三姨妈，忘恩负义的事儿我做不出来。当初我落难的时候，人家谢奶奶、柯爷爷一直帮我忙。好，现在谢奶奶走了，柯爷爷岁数大了，我就不要他了，这种事儿我能做得出来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不用管我有分寸啊。行了行了，很晚了，你赶紧休息吧，挂了啊。柯爷爷睡了吗？还没了。那我进来啦。好啊。柯爷爷，刚刚我在外面打电话，您都听到了。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关心我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咱们现在才是一家人，我们要团结，咱们一致对外，不能听外面的闲言闲语。周慧啊，我觉得呢，有些话还是有道理。你看我一个老头子和你们母女俩住在一起，总不太合适吧，我还是搬出去啊。我知道你心好，这份钱我领了。您别想了，不会让你搬出去的。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。哎，有啥不放心的了？哦，就对了，我有个远房侄子，最近呢在找我，我干脆和他一起住算了。或者呢，我找个养老院待着。
养老院再好，能有家里好吗？这边的环境您都熟悉了，养老院的人照顾您再仔细，能有家里人仔细吗？养老院好啊，有不少的哥们儿啊。您都八十了，当然要跟亲人住在一起啊。八十又管啥呀，我还要活二十年，满一百岁呢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我的亲人。可以，您说什么？您不拿我当亲人？你本来就不是嘛。行，您要这么想啊，我也管不着。宝贝儿啊，刚才我说周慧不是我的亲人，可把他惹生气了。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宝贝儿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要是你害怕该有多好啊。柯爷爷终于打定主意，很快收拾起简单的行李，不顾周慧和浩浩的挽留，借口要去侄子家住，便搬出了周慧的家。周边的风言风语少了，可周慧的心里却一点都不轻松，时时担心着柯爷爷的安危。小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慧儿啊，心情不好了？哎，好端端的怎么哭了？上次都是我们不好，不敢瞎说。肯定是柯爷爷走了不习惯吧，毕竟住在一起快十年了，没有亲情也有感情的。要我说啊，那个柯爷爷也真是绝情，说走就走，一点不留恋。可不就是就会对他那么好？好什么呀，他要真觉得我对他好，也不会说走就走了。我是真拿他当爷爷的，这爷爷不就应该跟孙子孙女住一块儿吗？我让他住我家，他就那么不乐意，那肯定是觉得我对他不好。哭了会儿，你看你都对他不好，谁才会对他好啊？他肯定不是这样想的呀，他肯定觉得平时我管他管得太多了，限制了他的自由。现在出去可好了，没人管了。你看看，出去那么长时间，总共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呀？每次都敷衍我说我很好，你别操心，不用管我啊。可就是不跟我说他住哪儿，这就是怕我去找他吗？慧儿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估计啊，他也觉得没什么理由给你打电话。在你们家住那么久，麻烦你了那么久，可实际上他跟你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要过得好啊，肯定会回来找你的，过得不好找你不是要麻烦你吗？那你们说这人和人之间到底怎么样才算有关系啊？非得有血缘才叫有关系吗？你们这关系过不了就没用了。那行，那我就把他的户口落到我们家户口本上，我让法律承认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要名正言顺照顾柯爷爷，我要让他长命百岁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我们先看看。嗯，好的。浩浩，
妈妈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你看啊，以前柯爷爷在我们家住了那么久，我们一直相处得特别好，对吧？他现在搬出去了，妈妈担心他过得不好，你有没有想他？想。所以妈妈就在想，要不再把柯爷爷接回来，我们还住在一起，好吗？好。真乖。那咱就说定了啊，下午啊，妈妈就去把柯爷爷的户口转到我们家来，好吗？好，我听妈妈的。啊，走吧，回家。什么？你想把柯爷爷的户口迁到你们家里去啊？对。柯爷和你们家没有血缘关系啊？于主任，您是知道的，柯爷爷跟我一起住了很多年了。那在我的心里，他就是我的亲爷爷呀。他现在岁数大了，他也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觉得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，没人照顾，很可怜。这岁数越大，越需要家庭的温暖，越需要有人陪伴。他需要一个证明，那我给他一个证明，我给他一个家，我来照顾他，就这么简单。周慧，你这个人呐，太善良了啊！虽说柯爷爷没有子女，但是我相信有你照顾他，柯爷爷在晚年生活一定会幸福的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那个于主任，你看我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，我赶紧把这事办了吧。啊，这样，你呢得先办一个准签证和迁出证，拿着这两证呢，到派出所户政科直接办理上户手续就行了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办去。您再跟我说一下那个迁出证还有准签证，我要准备什么材料啊？周慧说到做到，很快就向社区提起了要将柯爷爷户口落户自家的想法，而这一想法也得到了社区的支持，并成为了爱老敬老的典范。这一切周慧并不在意，他现在只想着到哪里才能把柯爷爷接回来。还好你高呀。师傅呀。怎么了？又想磕爷爷了？对了，你打听到磕爷爷住的地方？他不愿意跟我说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还有为什么？不愿意让我烦他呗。小慧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想嘛。柯爷不是说了吗，他就住他侄儿家，应该过得也不差。这话一听就是假的。柯爷那个人我还不了解吗？他不愿意麻烦别人，他那个侄子多少年没联系了，他能去找他？怪我，我当时还是不应该让他走。我当时就说了一句，他不拿我当亲人，我火一下就上来了。我知道，你真把他当亲人了。秀才，你说柯爷爷在外面能过得好？小关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你真想他，你干脆给他侄儿打个电话，问他过得好不好。你也消消气，再说了，你跟一个老年人生什么气？我哪儿还生气呀、啊？我光剩下担心了。他侄儿那电话我打了多少回了，根本打不通。这样，我来想办法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我们一定会找到。
还是找你。好，叫钱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没看见有人过吗？没事。真是的，你叫钱。这里边还能有钱？哎呀，没错，肯定没错。前面都是找啊，不是这是哪儿啊？啊，就是2425。秀才，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没错吧？可以。哎，骗我！啊？怎么了？你说你住在你侄子家，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儿？这我也不想那打搅人家。你看看你吃的什么啊！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说过，老房子湿气重对你的腿不好？我这人老了，没那么多讲究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这个时候来找我，有啥事啊？可以，今天小慧专门来接你的。啊，跟我回家。这儿住得很好，再说了，这个月的租金我都交了。行，你不走。那我也不走了。你说这么大岁数，非要遭这个罪啊？你是没钱，那是没亲人呢，你这是气谁呢？小慧，你别激动。周辉，你是气糊涂了吧？我本来就是孤寡老人，没有什么亲人，也没有晚辈。这，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啊，我和浩浩不是你的亲人呢？啊，我们一起住了多少年？血缘关系真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跟浩浩早就拿你当一家人了。起来，跟我回家，回家。你别说，老爸听我说啊，跟我们走，别放心，你放心，跟我们走。回家，跟我回家。听我的，现在就走啊！啊，小，你说什么？别这样，你们家我之前都去过，现在我人老了，这再怎么十多都给你添麻烦了。怎么这样？要是不还担心的话，那我去找一家养老院住着。你该放心了吧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宁愿去养老院也不跟我回家，你真不拿我当一家人呢？你说哪儿的话呢？我早就把你当我的孙女了啊，只要孙女好我就好，我只是不愿意当你们的累赘。累赘？谁敢说您是累赘啊？当初我刚离婚带着浩浩出来的时候多难呐，一直是您和谢奶奶在帮助我，在关心我。现在您岁数大了，我要照顾你，谁说您是累赘？还没说我是累赘呀，那街坊邻居都在说闲话了，说我给你们添了麻烦。我过得怎么样不重要，只要你们过得好，我也就好了。可以，你听我说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你这么一走啊，你知道小慧多担心吗？她每天都担心你，她害怕你过得不好，她真心把你当成一家人了。与其你们两个都过得不好，还不如你就跟她回去，好不好？柯爷爷，您跟我说句真话，是不是平时我对您太凶了？是不是管得太多了？对您不好了？不是，你对我好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关心我。既然这样，你就跟我回家呀！你当我是孙女，我也当你是爷爷，我还要给你养老送终的呀！周慧啊，这又何必呢？你今后还要嫁人，还要照顾那边一大家子人。你看我，人更老了，毛病也更多了，终归要连累你啊。柯爷爷，你就放心吧，在这一点上我坚决支持小慧，我就喜欢小慧这样有心有意的人。以后我们好了，我也和她一样把你当成亲爷爷。哎，你们好上了没有？好上了。好什么？别害羞了。小慧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柯爷爷不敢跟你回家的。
太好了，哎，可以看，真的是好上了，就安安心心的回家回宫啊。这名不正言不顺，这个今后是不是还要招来更多的闲言碎语啊？可以，只要您跟我回去，别的都别操心，我跟居委会都说好了，您一回去户口就落在我们家，以后我们就是堂堂正正一家人，我看谁敢说闲话。是真的，柯爷爷，你也看见了，小慧和我是真心来接你，特别是小慧是真心把你当成一家人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过得开开心心的，你管人家说什么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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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好，哎，来，柯爷爷走啊，回家回家回家，来，慢点慢点。柯爷爷，浩浩都念叨好多回了，结果您要是回去了，他特别开心肯定。哎呀，我也想，哎呀，你那些东西回头都过来帮你了啊。走，回家。柯爷爷到家了，往后啊就在家里好好住着啊，老房子的东西我抽空给你拿回来，那房子我就退了，以后不许再去了啊。柯爷爷听小慧的，以后啊就安安心心的住好啊。嗯，哎，来来，先开间啊，别了，慢点，这相术你看他们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哎，爹，你看，都来看你了，爹了，大家都来了。柯爷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大家呀可担心你了。就是嘛。柯爷爷，你下次要是再这样说走就走，周辉的眼睛都会哭瞎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柯大哥，你有这么好一个孙女儿，你要把我们羡慕死啊？别笑话我，我知道。都是我的错。周慧，你放心，老柯啊以后我们把他看紧了，一定不让他到处乱跑。柯爷爷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我再也不跑了。周慧啊，哎，你先前给我说了那么多，我总算明白了。明白。柯爷爷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对吧？对。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宝，有你在，我们家会越来越好的。好，好。哎呀，以前呢，我总觉得我这一生过得苦，现在看来，不知道上辈积了多少德，才换来了你，浩浩。柯爷爷，您啊就放心，我们都会好好照顾您的啊。您在家里好好颐养天年，我们一家人都会越来越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得好好活。对了，还少给你们添麻烦，我要争取活一百岁，替奶奶好好啊成家立业。那咱们可说定了。说定了，说定了，好，定了，定了，走，走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了。